狗狗可以吃西兰花，西兰花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钙质、维生素。但是西兰花要煮熟之后再喂狗狗，生的西兰花含有毒素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，每次喂一点就可以了，不建议一次喂太多，可能会导致狗狗营养不良。最好以狗粮为主食，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食物，如牛肉、营养膏、鱼肉等，帮助狗狗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。除了西兰花以外，主人还可以给狗狗饲喂胡萝卜、莲白、卷心菜、甜椒、香蕉、西瓜、蓝莓、苹果、鸡肉、鱼肉、羊肉等食物。